接下来我想要做的是，这张我最后教。我现在想要教你画的是这张图，这张图。这是各年各月的那个进口总金额。好了，其实就是这张图。其实就是这张图，来，请选它。我们一定从既有的图来去衍生，所以复制，来选到这张图，第一个动作，请选第一张图，复制，然后第二，再点贴上，请把它搬到右边。可是因为我要画年。季、月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用第四个这个图示，请点它。这个要点两下，这个要点两下，这个叫做各年、各季、各月，有看到吗？所以你可以用这个水平卷轴。由左边拖曳到右边，可以哦。还有一点，还有一点，颜色会一致。你看这张图的颜色就不一致了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啊，你们在要求你们的学生，一定也会跟他讲说，哎，你颜色应该要弄一致，像这边。这边是用淡蓝色、深蓝色，这边总会用淡黄色跟紫色呢，对不对？好，等一下我再教你怎么改。可是如果你是用复制贴上，那你颜色一定会用对。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各年各季各月的这个销售总金额，进口总金额？它是不是很长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我就不太建议你用那个直条图来呈现，而应该用什么？用折线图了。